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六组的人都表演完毕了。我等一下手拿吗？好，我先手拿着。那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今天上台的六组有谁呢？因为他们的名字太那个了。第一组文秀，谢谢他。还有吴赛，还好，硬着头皮上。突然的卡努恰，谢谢这六组的观众给我们今天那么丰富的表演。有没有被那个麦克风戳过脸？好的，那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铁花村听歌。那礼拜三的节目呢，都会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轻松自在的舞台。所以如果你们回去之后还有身边的朋友对这样子的节目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他们每个礼拜三都来报名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次来的人，下次要不要再来？要，要吗？好玩吗？要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也要谢谢今天的那个 PA 老师，就是像礼拜三这样的节目呢，他都是就是要临时的处理大家在台上的状况，所以非常的厉害。那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是，我每次唱作居家都会唱的，叫做 What's Up。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到我刚刚试音的时候有唱？好啊，好啊，耶！对，那等一下有一些地方可以大家一起来呐喊一下，就是因为新年嘛，2023年才刚开始，先带着那个活力出发，这样子好吗？好，自问自答。好，这首歌呢，它的和弦非常简单。我们如果想要弹的话，回去可以自己练习一下，它就是 G A M I C G， 就这样一直重复，有没有？非常简单哦，就是初学者都会的。I realize clearly when I knew I should
好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来。那我们铁花村，谢谢卡努卡，耶、yeah, ，谢谢这位 Peter， 耶、yeah。嗯，披萨贝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披萨贝，人在现场、啊，好吃的披萨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来铁花村。我们礼拜三到礼拜天晚上的节目都是8点到10点，欢迎你们再度来铁花村听歌，好吗？好，那待会大家离开之前，可以帮忙把桌上的空杯、空瓶拿到我们外面的小吧台，然后记得随身的物品要带走。我们下课。